上海通用重工集团是一家集焊接与切割设备的研发制造、焊接材料的研发制造、焊接技术培训于一体的现代企业，是中国最大的焊割设备生产基地之一，拥有9家分公司，下设上海市焊接技术研究所和上海通用焊接技术培训学校。集团主要生产切割自动化装备系列、焊接自动化装备系列、软开关技术逆变系列电焊机、通用性焊接与切割产品、焊接材料、焊割配件等。产品广泛应用于钢铁、造船、机械制造、石油化工、电力安装、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。通用重工是中国电焊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，中国电工行业彩标示范单位，先后被评为全国重合同守信用单位、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等，产品通过国家3C 认证、欧洲 CE 等认证。通用重工注重规范化、科学化、现代化的管理，建立了严格和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，引进国内外先进生产设备，严格贯彻执行 ISO 9001: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。在通用，每一道工序务必精益求精，从原材料采购到半成品的生产、产品部件的组装，直到产品包装出厂，每一个环节、每一个细节，通用人从不懈怠，力求产品质量零缺陷。在注重精益生产的同时，通用重工更加致力于技术研发的创新。集团携手上海交通大学合资组建的上海市焊接技术研究所，下设5个研究室和1个实验室，拥有一支由教授、博士、硕士组成的强大科研队伍，专注于焊接设备和工艺的研究，形成了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，巩固并提升了通用重工在产品创新上的优势地位。多项产品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达到国际领先水平。其中自动化线柔性机器人切割系统被列入国家863计划，填补了国内空白。集团还与上海交通大学、上海市焊接协会合作，创办的上海通用焊接技术培训学校已成为美国焊接学会 AWS 上海焊工考试中心、中国焊接技术培训与资格认证委员会 CANB 国际焊工培训基地、中国传奇社 CCS 焊工考核站、国家职业资格等级证书授权认证单位。多年来，成功为国内外企业培训了上万名出色的焊接人才。秉承合作、双赢、共同发展的营销理念，通用重工已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200多个授权经销、售后服务网点，开设了24小时售后服务热线，及时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咨询与售后服务。目前已与全国3000多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了长期产品供需关系，并通过自营出口及外贸代理，产品远销欧美、亚洲、非洲等许多国家和港澳台地区。高品质的产品、高效率的服务得到用户的一致赞誉，更令通用倍感尊崇。通用重工先后成为中国石化、中国石油、中国远洋运输、国家电网、三一重工、中国船舶、上海振华港机、宝钢集团、舟山金海湾船业、中国中铁、上海外高桥造船基地、
中国重型汽车，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众多知名企业的主要供应商。展望未来，通用重工将发扬凝聚通用精神，推动技术创新，致力产业报国的企业精神，以更优的质量、更全的品种、更好的服务，立足中国，放眼世界，全力打造国内一流、国际知名的企业集团。